今日带大家去福永站的同泰时代广场和同泰万怡酒店。我们首先在福田口岸坐10号线去江夏北站落车，再转11号线在福永站落车。A 出口可以前往同泰时代广场。我们出了路面之后向前行，穿过电单车群之后再在这里过对面马路。过完马路之后向右手边方向行，行到这个位置左手边就是同泰时代广场了。同泰时代广场是深圳市合泰地产集团首个发展的商业项目，它用新兴的潮流做一个商业的定位，汇聚了时尚购物、环球美食、亲子活动、休闲娱乐、儿童乐园，还有 Le Super 的超市、海底捞、太平洋影城，所有潮流的用品一应俱全，打造成宝安大空港首个大型购物中心。王者归来是一间食自助餐的餐厅，而这个自助餐百几元一个人，但是里面很多东西吃的，我带大家去入去参观一下。我们出回去商场行，咁啱就是圣诞节，所以个布置咧都几有气氛嘅。
呢间啦 super 真系好大，乜嘢都有得卖噶。呢部机咧系用嚟派传单嘅，可以节省人手啊！呢度有乒乓波打同埋保龄球玩噶，个人唱 KTV 嘅房，有卖猫嘅宠物店。呢度有 KTV， 亦都有睇电影嘅地方。呢个系儿童乐园。呢个系一间几高级嘅按摩店，里面咧除咗可以按摩之外咧，仲可以有嘢食啦，同埋有戏睇嘅。行完商场之后咧，可以喺出面咧行下嘅，都有啲俾细蚊仔玩嘅车啦，仲有好多露天嘅食店。我哋咧又喺呢间嘢咧帮衬，
佢一啲炒酸奶嘅食品嚟嘅，系冻食嘅。而我哋今晚咧入住呢间同泰万怡酒店，系喺头先商场嘅隔篱。佢系一间商务酒店。房间咧都几干净同埋阔落嘅。呢间酒店咧系喺福永站噶嘛，咁隔两个站咧就系深圳机场啦。咁大家咧可以考虑，如果搭早机嘅话咧，就嚟呢间酒店入住。第一，房间又好啦；第二，自助晚餐又丰富啦；同埋第三咧就系佢个商场咧都好多嘢卖噶。頭先我講到咧，呢度自助晚餐咧好豐富下，咁我而家影俾大家睇，究竟有幾咁豐富啦？除了自助晚餐丰富之外，第二日的早餐都不输蚀的。那我又影给大家看，究竟几咁唔输蚀啦。由于我哋到步咧同餐饮业嗰个部长咧混熟啊，所以我哋朝头早咧就有鲜榨苹果汁。